谁？你在骂谁？你刚骂我，怎么不能骂车吗？厉害的，好了，好了。很棒啊！男子站在马路边，跟远景脸贴脸的距离，甚至还飙骂三字经，讲到最后语无伦次。原来他自己停在红线上被开单，不配合，还各种呛虾。他怎样啊？按规则怎样？你要怎样？你们公布你们那种直播。气冲冲拿出手机，还想耍什么花招，就是不肯移车。你违停呢？你先拍，你违停。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移走？没事啊，来来动手。快点移车啊！你不移走，我就再开你一张单。直到听见再开一张，气焰逐渐消失，摸摸鼻子移车去。气冲男这天将车停在新北板桥新福路一处红线上，远景上前取缔，他不配合，还疯狂鬼打墙，态度更是相当嚣张跋扈。双方就站在大马路旁周旋了好一阵子。告发过程中，陈男不服气。取缔，疑似以三字经辱骂现场员警，经告诫后自行离去。明明自己违规在先，却很大声，为了300块罚单辱骂执勤员警，差点在吃上妨害公务罪名，实在罪加一等。记者黄明君、范雅乔新北报道。